在这里呢，靠背啊，在我这里。哟，这什么？什么羊是一样的呢？ 哦哦哦哦哦！什么鬼啊？这么凶！看不到啊！当然看不到。庞克西干，随便丢一颗抓庞克西。嗯。 到啊！刚有一个那个时候想要抓那个说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啦，什么羊？那个在火山里面的。哦，朱雀生病，升级。没意外，下一个应该是48，没错。三星。 大温泉，不怕跑去泡小温泉。他这两只脚在那个温泉里面。<笑>啊，笑死我了！干，那次做完换派克龙来做。哦，他就真的屁股有坐进去啊。可是里面应该都没水啊，他泡个毛哦。对啊，刚刚好嘞，这好像跟。 好像是端出一盘菜一样，哼，眼睛笑成那样，哼，笑死！来来来，这个场地够大，所以我可以跟他绕圈圈。29，可以。 攻击了吗？没有，看为什么？屁股对我呢？哦，有，嗯，反正你没有，不用下来。呀，就那一直在空中不用下来。哼，一掉下来我就把它丢球。哦，有了，中了。哼，这里怎么没有那个人？
干！哦哦哦，他开枪了！啊干！哦，原来他会开枪哦！干，就是那个粉碎手刚卖两万多块那个，啊不不，卖两千多块那个。伊利伊利，伊利伊利，长怎样啊？哦 ，Q 哎、欸。Q 呢？白色的 QQ 的，先把它买了。那是我有是吧？有。QQ 的呢？这怎么那么大麦啊？干、哦！这样很呆萌的感觉。哦，变相，他让我想到他，那招式很像。工作狂，他本身好像是个马达一样。你有没有打过他？没有。你打过他，不要太早打死他。你看他出招，你真的会笑死。尤其他第三招那个旋转甜甜圈，那个真的，真的快笑到喷泪。错，就这个。你要打吗？嗯，打。走。嗯，没错，信徒坑道。那三只都是坑道，坑道类的。在上面那点，我那时候在平面遇到那些都是假的了。那真的女王蜂是长这样，是不是更可怕？哇，后面还跟两只呢，三只骑士蜂。哦，看那怎么打？我想一下，想好对策。记得女王蜂是带毒的。蜂放电的。哇！哦，找到了。
哇呀哦